无线耳机现在市面上有好多的无线耳机，我想你跟我都一样，都在找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无线耳机，不管是外形还是音质，都是在考量范围之内。还记得前几部影片我有提到一个品牌 Taltronics，它最近出了一款新的耳机，它的型号是 TTBH053。我第一次拿到这个耳机的第一印象就是，AirPod 是你吗？它的耳机的下方也是长的。这款跟 AirPods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入耳式的耳机，TTBH053 的重点规格就是它有蓝牙5.0，它可以连续使用5个小时，它的充电盒有650毫安时，那加上充电盒的话可以连续使用40个小时。这款耳机很轻，戴上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重，同样它的连接速度也非常快，它的操作方式也是用触控的，同样也都是使用点击次数来区分所有的功能。相信这种使用方式大家也都很熟了，就不用再多介绍。音质听起来到底怎么样呢？那我对这款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 bass 非常的清楚，它的低频的力度有出来，下潜的深度也还不错，人声会有点齿音，所以在高频的部分我会觉得有点偏尖。如果是鼓的拔声，就会被很清楚的凸显出来。这款耳机很适合听 hip hop 或是电音，听起来非常爽，分离度还不错，它的隔音效果也很好。这款台湾也快要上市了，那价格也还没出来。那我这边稍微预测一下，它的价格大概会在3000块左右。那如果这款耳机低于3000块的话，我会觉得它算是蛮佛性的耳机了。TTBH053 这款耳机各方面都还不错。那我这边稍微给大家听一下它的音质怎么样。那我一样是用 mini mic 去稍微收它的音，音质当然不会跟你实际听到一样，但是大家可以稍微有个心里大概会有个底，是什么样的音乐表现。听听看，它的隔音效果非常好。再来下一首听听看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款耳机的介绍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那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任何影片。好啦，谢谢你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